又回一刀，好，今天玩一个追星手游，那我们赶紧开始吧。今天这个手机游戏呢，是个传奇的全萤幕手游。那一样，它有很经典的三大职业哦。那是一版的传奇，你们可以去观察一下。还有什么不同？反正就版本不一样啦，你可以参考一下这版的传奇。好，那这版的传奇它是全萤幕的传奇哦。来继续吧。一开始先 download 一下哈。那玩法很简单，就是解任务就可以升等。好，升级攻略教学。把新手攻略教学好了，好，那 一开始就叫你练等哦，所以你看，我们这样很快就升到了16等、18等，非常的好练。那这边就是新手攻略教学，给你们参考一下，然后基本上放着就可以了。OK，那你看你就可以在这找很多装备。来提升你的战斗力。你看这么大商城，还有什么召唤符啊？哦，蛮有趣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38等了，非常的好练。手冲也可以参考一下，这版的传奇跟我们之前玩的那款不一样。它是全品的传奇哦。好，那这边很快的就来到了快50等哦。啊，当然它有聊天室哦，你看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有这个，天使之地。还有，来回收教学啊，还有天歌安安，好，那就继续写下去，非常的耐玩。那看我们这一招就可以召唤神兽了，那叫酷炫呢。好，基本上就这样一直升咯。不错吧，这个游戏。你看我们这个职业的技能就是有召唤神兽，哦，我自己召唤2只神兽，而且100级可以召唤白虎，100级可以召唤麒麟。你看后面那一只就是我们召唤出来的。这个游戏哦，不错啦，喜欢传奇的，参考一下。